Hi, 我是 Sherry。Hi, 我是 Dave。今天我们来到了玉郎溪，为一个家庭做了一个专访，让大家看看我们新家的成员怎么样帮一家庭完成他们三年的梦想。Thank you, thank you. My house. 哇，谢谢谢谢，真的是遇到你啊，真的是不到两个月。谢谢你，谢谢你。Thanks for the recommendation. 我就可以完成我三年的梦想。我已经找屋子找了三年。嗯。So, Mr. Chen, maybe 可以讲一下啊，当时我们帮你卖536的那一间三房四的时候啊，我们花多久的时间，而我们也用了什么方法把你的物资给卖掉，对吗？之前我遇过的情况是有人要买，嗯 ，OK， 我也决定放，但是一个条件是你有地方住吗？嗯，就变成说卖了物资之后你没有地方可以住了，也就是说、买跟卖对于我来说这是很重要的关键，我有老婆孩子，这就对于我很重要的地方，我不能说我卖了我住hotel啊。我是一个受教育不高的人啊，阿摩里耶我也认识不多，你叫我看一封信我也是要爬头的，这种 document 的东西你叫我看我真的是卖垮。因为之前真的 agent 跟我说收到deposit了，但是他不会过账给我，他也通知对方的 agent， 因为两个礼拜之内我要买到，我买不到就惨了，他就 cancel 这个deposit， 当作没有这个和 contract， 这是 agent 对 agent 的 contract，跟我没有关系，做了解。可是两个礼拜之后，我还看到不满意的。OK， 怎么样讲呢？不满意 as in，也就是说，看到的房子我不满意，地点我不满意，我不可能因为我要卖掉，我就不满意我要买。对，就是很勉强的，就是说卖，硬要卖。因为这种，对，因为这种 for。我们小市民来说了 ，update 来说，对，已经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对，蛮困难的哦，对，对啊，我们不是拿来玩玩的，对，几百千的屋子啊，没有，我们不像好像说，二十多岁，不要紧啦，五年后再来过，还有时间，我们没时间了，再没有时间了，我没时间了嘞。所以我每一个决定我要做到最好最安全，我买得到吗？我买不到，他不可能卖给他，我不可能卖给他，对，我如果卖给他变成我自己没有地方住。因为之前朋友介绍我的时候你们也告诉我说你们是一个 team， 对，我们是 as a team，所以也就是说你们的策略就帮我卖掉，也是幸亏你们找的买家也是可以等，对，可以让你有一点 extension 啊，就是说对啊，让你有点时间去找下一间，第二个礼拜你们一次过给我看七间，有了比较当然是最好，我会选择最好的。对，这七间里面选择那最好的那一间哦。我如果我没有，我不喜欢，我相信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你们还是会同样推出一个数量。集中的给你看啊，因为你们知道我已经卖了。必须要找下一间不然的话你们什么都不用赚。所以这个就是
回到来还是你们的定，你们可以找同时进行了，我是这样说啊。其实在这个市场上买的人少卖的人多，嗯，所以你们的策略我是感觉到是你们的策略是正确的，是我先帮你卖掉先，不像以前的我的 agent 这样买跟卖看看时间安不安咯，嗯，配合得到配合不到咯。我今天很开心的是你们来找我做个访谈，我也很开心的，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的方向是正确的，你们走的是team，你们走的是团体。所以接下来如果是说有朋友要买了买物资，我会叫他们找你们，因为我对你们有信心，你们不是靠个人。每一个人都有梦想，而这一家人的梦想就是让自己的孩子有一个舒适的环境和一个美丽的家。他们已经实现了他们的梦想，你有梦想吗？让我们新家的成员一起帮你打造和实现一个美丽的梦想。